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。好，大家慢慢喝啊。我先干为敬啊。啊，哥们，贵宝号下月是否还要安平镖局坐殿护院？这是自然。啊，那镖力方面？啊，这个镖单已经签好了。啊，大人是照旧了。嗯嗯，这个嘛，店长官呀，啊，你是知道的啊。啊，没错，这件事情我会跟大掌柜解释。对了，周老板。哦，这样啊，几位慢慢喝，我先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。啊，好，周老板，请便啊。丁掌柜，你想跟我解释什么？这件事情是这样的，大掌柜，周炳在杭州呢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今天呢又是这么大的场面，我们要是当面向他要债，我怕他面子上会挂不住。大掌柜，不如这件事情回头私下里再谈吧。啊，二弟呀，丁掌柜说的有道理。南方商人不像咱们北方人那么豪爽，有些事情还是婉转点比较好。兄弟们都是在刀口上混饭吃，那些钱赚的不容易。好，眼下我就不追究了，但日后一定要说清楚。啊，大掌柜，这件事情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办妥。嗯。各位贵客，今日呢有酒有肉还不够，我还为大家安排了美人助兴，保证精彩绝伦呢。好，请大家欣赏吧。哎，快走快走，干嘛？快走啊！哎，慢一点。快！小黄，你这下来真的？我下午见到一个美女，特别美，从来没见过。你跟我去，包你不后悔。哎，走走走走。这种烟花女子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走了。哎哎，阿华，你听我说，那是你没见过，那个女孩真的很漂亮。我也算是阅人无数吧，她不仅长得漂亮，那个眼神那个风情简直绝了，我告诉你。走走走走，等一下呀，你就不怕师父知道了罚你啊？为了见这个女孩，我罚100次都行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。不行啊，安平镖局门规不入赌馆不入青楼，要被师父知道我被开除那怎么办？哎，你我是兄弟，我们才一起来到这个地方，你自己走了是不是兄弟啊？够不够意思啊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啊。喂，流传到杭州呢？难道是他？啊，于大掌柜啊，这位可是我们
杭州最顶级的青楼，海上花的头牌易云。哎呀，多少达官贵人都想结识他呢。哎，于大掌柜，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周老板，我们当镖师的从不留恋这种烟花场所，更不想认识这种红牌姑娘。是。啊，对了，周老板啊，余某不胜酒力，有点不舒服，先行告退了。怎么，余大掌柜这就 我二弟一向不胜酒力，不如我来陪你，怎么样？哦，好好好，大哥，那就麻烦你陪周老板了。哎，好啊，周老板，那我告辞了。好啊，告辞，告辞。大掌柜，慢走啊。二弟，你慢点。周老板，坐，好，坐坐啊。易云不在，你当我是没开过荤的厨是吧？你在这糊弄我吧你！大爷，易云真不在，他在招待天津来的贵客呢。什么天津贵客？我也是天津贵客，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啊？哎，大爷，您先看看这几位姑娘啊，个个都是花容月貌，吹拉弹唱是样样精通啊。您看看，哎，叫什么呀都？她叫雨音，她叫花容，她叫香宁。这位是小红，啊，也行啊，这个，来吧，伺候着伺候着。哎呀，赶紧赶紧啊！您是第一次来呀？哎，别走啊！去哪啊？大师兄说了，安平镖局门规，不入青楼，不入赌场，我真的不想被罚。那我走了，那么多人陪你玩，你好好玩。哎，别跟别人说啊。韩老板，周老板，这位是，这位是海上花的老板韩于平。哈，你别看她是个女的，可做起生意这个手腕啊，不比男人差。啊，这位啊，安平镖局的总镖头于振武，于老板。幸会呀，总镖头。这位是丁老板。丁老板。二军王一到。哦，王爷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请来的贵客，安平镖局的总镖头于振武，于老板。王爷，在下有礼了。嗯，啊，请坐吧。小女千惠对安平镖局一直是赞不绝口啊，我也要多谢贵镖局一路舍命保护小女。不愧是名满天下的镖行翘楚啊。王爷过奖了，这是安平镖局分内之事，您不必客气。嗯，怎么不见于大掌柜啊？我二弟身体不适，提前离开了。不知于大掌柜和他夫人近来可曾安好啊？莫非韩老板认识我二弟？十二金钱镖的名声大得很，我早就听说过了，听说他向来洁身自好，又怎会结识我这种烟花女子呢？我只不过是随口问声罢了。总镖头，我还要招呼其他客人，您请便。哦，韩老板请便。
俊平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师父，酒要趁热喝才行啊。这么晚了不在镖局，跑出来干什么？您只说过不许去青楼，不许去赌馆，你没说过大半夜不能出来吃宵夜呀。臭小子，学会顶嘴了。难不成你要罚我？那好啊，到底你想打板子还是抽鞭子？嗯，你不要喝得那么着急，没人跟你抢。你一直喝个不停，我担心你，怕到时候师母说我没好好的照顾你。你真油嘴滑舌。慢点啊。时间挺晚了，你不觉得有点凉吗？要不然我们早点回去。说真的，唱得怪好听的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唱些什么。你听不懂啊？我懂。想知道吗？嗯。敬我一杯。嗯。亲人爱上了一个富家小姐，但双方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，于是年轻人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了心上人。这枚金钱镖你我各一半，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于建平的妻子了。明霞，以后跟我天南地北的走镖苦了你了。有你在我身边，再苦我也不怕。后来约好一起去私奔，但是到了约定的日期，年轻人在桥上足足等了一天，于是他赶去他家找他。凌霞，凌霞，他的家人告诉他，凌霞已经嫁人。叫他以后不许再去找他了。也许人家女孩是迫于家里的压力，所以才没有去赴约。也许吧。当年年轻人的爹得了一场大病，于是他娘就逼他娶一个姑娘来为他爹冲喜。年轻人他当然不愿意了，但是他爹娘软硬兼施，一定要他成亲。那年轻人当时又找不到那个心上人，只好奉父母之命拜堂成亲。年轻人好想再见他一面。夫妻对拜。只要他出现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，
与他远走高飞。但是很可惜，已经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啊，这样就不完了。看戏的是傻子，演戏的是疯子。我来喝酒。杭州这趟镖下来，我觉得你资质很不错，以后要多下点功夫，不出三五年你一定会是一个好镖头。谢谢师父。嗯，弟子知道了。师父，其实我直言，您说三五年以后我们镖行还会有生意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先别激动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看现在的时代都在改变，很多洋人的概念都在我们这一代开始了，现在那些新的洋货越来越多，这是不争的事实啊。洋人的东西不可信的。话也不能这么讲，你看就拿我们镖局来说，不是也在用洋货吗？其实洋人的东西真的很方便，火车、轮船、汽车真的是很快的运输工具，比我们那些什么镖车快很多啊。现在我听说在广东那一带，那些商人都找那些货运行帮他们托运，又快又安全，这是大势所趋。货运行的安全哪能跟我们镖局相提并论啊？就拿今天开业的那个林明远来说，他才会几手三脚猫的功夫，要是有土匪打劫，他应付得了吗？他总是用那些旁门左道的手段来骗生意，这种人的生意做不长久的。我刚不是说了吗，货运行他们用的运输工具真的很快的，你刚说的普通土匪就算他们骑马也追不上的，要是再配个枪，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啊。师父，您听我说，假如我们不去跟着改变的话，恐怕很快我们真的会被淘汰的。你住嘴！我走镖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，你来教训我？今天我跟你说的话别给我传出去。这个于建平喜怒无常的，到底他在想什么？哎呦，大爷您慢走。哎，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来来来，哎呦，人家有份啊，人家有份儿。来，谢谢谢谢。拿着，不错呀，人家有份儿啊。我谢谢大爷。我跟你们讲，回去跟我的义云说，我还来找他，替你有贵客啊。哎，好嘞，大爷，我一定转告啊。谁呀？依林，进来吧。萍姐，我给你煮了点糖水，快过来喝吧。还给我。哟，好精美的配饰啊，不过有些年头了。还给你也可以呀，不过你要告诉我是谁送给你的。上面还有一个瓶子，难道是定情信物？萍姐不告诉我也可以呀，那我去找王爷告诉他。
到时候让他来问你，看你说不说。逸云，萍姐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这就还给你。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吗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想起一个人。王爷知道吗？他早就知道了，一晃都20年了。你结过婚？我们是私定终身，当初还约好一起私奔，可是我被爹娘锁在家里，错过了约好的时间。可是我还是想尽办法逃出来。他为人正直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我也是因为欣赏他，才愿意托付终身。以他的才能，一定能够让我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等过几年，他闯出点名堂，我们也有了孩子，到时候我们再回到天津，相信一定能够得到父母的谅解。萍姐，你为什么不去问个明白？为什么就这么白白放过他？如果是我，一定会去大闹他的喜宴，至少要让别人知道他是个负心薄幸的伪君子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当时我是背着爹娘偷跑出来的，还怕日后的生活没了着落，偷了家里一大笔钱。谁想到居然成了天大的笑话，要是传出去了，我还怎么做人？我家人也抬不起头啊。最可恶的就是这些男人了，爱你的时候可以把你捧到天上去，不爱的时候就一脚踹开。要是让我遇到这种人，我一定会给他们好看。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后来，你就在杭州开了海上花。没那么顺利。之后，我做生意血本无归，又被人家欺骗，天天生不如死。幸好我遇到了王爷。王爷？是，他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还帮我还债，更介绍了很多人脉给我，教我如何应对分辨，如何和官商名流打交道。就算王爷手眼通天，那也要有萍姐的八面玲珑才能在杭州立足啊。依云，
老师跟姐说，有没有后悔我带你进海上花？我已经是家破人亡，也不再冰清玉洁，但是我知道萍姐对我是真心的，这辈子我跟定你了。你这丫头呀，萍姐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初恋情人就是安平镖局的吧？今晚酒宴上说到安平名号的时候，我看到萍姐脸色不太好，而那个总镖头就更好像认识一样呢。没错，是安平镖局的人，不过不是他们的总镖头，而是他们大掌柜于建平。于建平，想不到萍姐和他会在杭州狭路相逢，真是老天没长眼啊。这几年安平镖局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听说他的夫人贤惠得很，还给他生了一个乖巧的女儿，他们一家其乐融融的。而我呢，萍姐，你看看你不舒服了吧？啊，今天喝的太多了。哎，没关系。这样，我去厨房帮你做碗醒酒汤。好，谢谢。哟，弟妹。大哥。我找二弟有点事儿。啊，那你们聊。好。大哥啊，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坐坐坐坐坐。二弟，你还记得20多年前和你相好的那个叫李明霞的吗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今天在海上花的宴席上，那个老板韩玉平的音容笑貌，就像当年的李明霞，不过我吃不准到底是不是他。我看不会吧，李家是天津首富，他们怎么会让女儿沦落风尘啊？何况天津和杭州差着那么远。对对对对，是呀，世道变化这么大，也说不准呀。当时天津那么乱，可能李家那时就举家迁到国外了。我想你是看错了。嗨，大哥，请喝茶。这么晚了，阿华怎么还不回来呀？等杨华呢？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杭州此地
风月场所，烟花之地众多，很多男人到了这里以后夜夜笙歌，很快就把持不住自己了。这枚金钱镖你我各一半，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于建平的妻子了，明霞，以后跟我天南地北的走镖，苦了你了。快喝吧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今天的汤好喝，用什么煮的？都喝了20几年了，才想起来问呢。不过是一些话梅和陈皮罢了。你还是一直忘不了他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那个东西到底是谁给你的？啊，夫人。20多年了，这个东西你一直贴身放着，你还真的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很久以前的事，没。是什么地方嘛？海上花，就是杭州著名的风月场。不是妓院，那个是，你们阿华，他知道。妓院，你们居然去逛妓院了？云清，我没有去。你有没有关我什么事啊？对了，你是镖师，自有大师兄管着，我管不着。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没去。拿开你的脏手！哼！过来！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嘛！是不是跟杨华去海上花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没去，我去隔壁的饭馆喝酒了。隔壁饭馆，你骗谁呢？我发誓。你别发誓。你发誓就跟放屁一样轻松。谁发誓跟放屁一样？咱俩的关系你都不信我。行，你说是去小酒馆是吧？那好，你把地址告诉我，明天早上我去查问一下。如果你说的是假话的话，我就一针一针把你的嘴给你缝上，还告诉你二叔。别封嘴又告诉二叔。我跟你说实话。你说。我的确是跟杨华去海上花了。好啊，但是。别但是了，你只要告诉我他去海上花就可以了。你这张嘴再出来什么话，我都不相信。行，我先走了。我没说完呢，我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你烫的酒最好喝呀。王爷喜欢，
就多喝几杯。嗯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吗？没有。是不是又想起那个人了？只是有些劳累罢了。喝喝酒，解解乏。打我认识你那天起啊，一想起那个人，你就会把自己灌醉。这又是何苦呢？忘了，全忘了。哼，口是心非啊。早啊。车来了没？来，坐这儿。你们真辛苦啊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来，帮我挖一下。哎呀，这差不多了。集合。好，集合了。快点！练功之前，我先说个事儿。我们镖局明令禁止进入青楼和赌场，可是我们的镖师杨华明知故犯，昨天晚上去了海上花喝花酒，你们说，该不该罚？该不该罚？这喝酒，喝酒是这么破的花酒。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没有去。你说去了没有？去哪儿啊？你说杨华昨天晚上是不是去了海上花？去啊，去海上花了。但是他到了门口以后就走了，然后我看到他走了，我也走了，我也觉得没意思，所以我也不在那儿。李纯，你昨天晚上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？不是，我昨天晚上想跟你说清楚，但是你没有听我说完你就走了。你们俩肯定串通了。陈恩不是说了吗？我没有去，他能证明我没有去。那你说我有去的话，拿出证据来。好，他说了，你们俩是分开走的。可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昨天晚上你们俩醉醺醺的一起回来？这说明什么？你们俩撒谎。这只能证明昨天晚上我也有喝酒。可是我没有跟陈恩一起去海上花，我的确没有去。那好，没去，那你就说跟谁去喝酒了。大师兄，我去喝酒犯了什么门规？你凭什么要我告诉你我跟谁一起去？凭什么呀？那你说啊，你到底跟谁喝酒了？去哪儿喝酒了？既然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？说，你不说就当你默认。我默认什么呀？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现在又在跟你说，说完你有听吗？你不相信我，你要惩罚我，喜欢怎么样都行啊。好，我代替师父执行家法，押下去。动手啊！放开我！放手！你们吵什么？二叔，放手。师父，大清早在这吵什么？师父，杨华违反镖规，昨天晚上去了海上花。谁跟你说杨华去海上花了？陈恩。啊，我没讲。陈恩都说他没有去海上花，谁跟你说的？啊，现在我跟你讲，
杨华昨晚是和我一起喝酒，没有去海上花。不要听其他人乱讲。还站在这干嘛？带师兄弟去练功啊。看什么？练功。